欢迎收看新北大调查，我是 Naomi。 我们今天来到的呢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警犬队，欢迎我们的马队长，欢迎。那其实呢，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呢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协助我们的领犬员完成一系列的这个任务活动这样子。那我们可不可以请马队长帮我们介绍一下，警犬队他们平常的日常或是他们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新北警犬队哦，在103年1月成立到现在已经6年了哦。然后我们主要的任务呢，就是负责我们总统、副总统的这个特勤工作。哇，这么重要！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国内北部地区哦重大活动的场收啊，那个场收的部分呢，就是最主要就是找爆裂物，还有毒品，这两个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项目。所以呢，待会我们会特别安排4只狗狗，还有4个领犬员，是哦，然后给我们主持人哦好好的来体验一下我们领犬员一天的工作行程。没错，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是非常热爱狗的一个人，对，但是我不确定说我没有办法胜任，就麻烦队长还有我们等一下的领犬员的同仁再麻烦协助。我们今天就带着市民朋友们一起来看看他们平常到底在做些什么吧，走。You take a trip together, now let's go.Can chase the sun around the globe. We're gonna find a way to get out of here. Oh, you know we can make it on our own. Walking side by side from now on. You and I can fly away from here. Let's get up. We can find.马上就要进行早上的工作，对。那一早我们会先从哪一个部分开始？我们8点一进到犬舍，我们会先去把外面的大便都夹一夹。所以一早先从大便开始，对，先把大便都清干净之后，然后就开始冲他们的房子，还有跑道。所以要捡完大便之后，我们要清洗他们的家，然后跟后面一样，对。对，还有，然后把水刮干净，我确定环境很干净，很 OK 之后，我们就会开始喂饭。所以说一早我们会先从清理他们的环境开始，然后要清理完毕之后呢，把水刮干净之后，我们才会开始吃饭。对，好，然后他们吃饭同时，我就去洗碗，把碗都清干净，然后让他们休息一下。所以一早其实人的工作比狗的工作多很多。好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赶快开始吧，走走。我们总共有几只狗狗？有28只，28只，对，大概几个人负责清扫？基本上呢会有6个，那就看一下水沟有没有大便，有的话就夹起来。OK。然后可能旁边也会有一点，那也可以把它夹起来。今天下雨，好像比较难分辨说哪一些是大便，对，就看一下有没有大便。然后从这边就可以看里面有没有。对。都是早上开始清吗？对，早上的8点开始。这边有，我来加。好。这边有大便。哦，好，所以我们要进去。对。然后看一下，观察一下大便。他说：“这个大便的形状 OK， 可是它可能比较偏干，就是它可能要分不够，对，可能要多喝一点水。所以会再跟他们的领犬员讲，对，就说可能有软便的状况，或者是大便比较干。”就把大便倒掉，然后一路寻一下水沟。哇，他们的这是他们的马桶，对，然后就把它倒进来，冲一下。you
还是布丁？因为我们刚刚打扫完了，然后现在最重要就是要喂他们吃饭。终于来到吃饭的环节了，最期待杨萱姐帮我们讲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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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？OK， 那我们就然后我们这边有13个碗嘛，那对应那边是13个笼子，然后从这边是第一个碗，然后到最后是第13个碗，所以是一二三，对对对对对 ，OK， 对对 对, 对，所以你要背每一个，对，哇，对，哇，很厉害，对啊。然后这边有两种饲料，一种是一般的成犬饲料，还有一种是高纤的饲料，差别在哪里？高纤的饲料就比较不会那么油，然后比较适合就是要减重的狗狗吃。哦，有要减重的狗狗，有有有。对对对，那有哪几只是要减重？小米，然后还有小桃。对对对 ，OK。好，不要吃太油。然后一般没有，学长姐没有跟我们特别讲的话，我们就是大概一杯的量。OK。然后一杯的量是220克，220克，那是第一。好，那另外一个，这个是这个的，对对，那是小米的，这个小米的半，对，他吃，因为他太胖了，他就是吸空气，所以他只吃半杯，很少，就是薄薄的一层就好了，这样还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这样。它太多了，太多了！天哪，这是它太胖了，真的。我等一下要认真看一下这只狗长什么样。它通，因为还会搭配，就是训练的时候会给它一些，就是小零食，所以它真的是一点就好，它太易胖了，差不多这样就好了。它这样子就可以，大家要不要看一下它那个分量的差别？这是一般的，这是小米吃的，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小米到底是多易胖。然后我看旁边这边也有很多，这边是保健食品，对，保健食品。像这个是稳定，就是他们的神经系统的保养品。神经系统、這個、对。然后像这个，我们还有就是因为狗狗的关节还有皮肤其实都会比较敏感，然後啊，大狗他们的关节，对对对，所以保养品有针对皮肤还有关节的部分。哦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些益生菌啊什么。所以每只狗狗他们吃的那个饲料不一样，他们的保养品都不一样。对，量也会不一样。所以要了解每一个狗狗他们的体型的状况，然后了解他们健康的状况。对，他们就是这种，尤其是训练警犬啊，他们就是等于说长时间，他们可能需要经过很长的训练啊。对，那他们身体的状况会因此比较好吗？还是比较不好？我觉得工作犬老化的状况会比家犬还要快速，所以就是健康的部分要特别再多注意。毕竟他们需要长时间的那个跑跳，对，然后还要学习新的东西，对啊，就是没有办法跟家犬一样，就是在家耍废。然后小米比较小只，半颗就好。小米的一切都减半，好，就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就可以让他们吃饭了。好，我们去放饭吧 ，Go。他们好兴奋哦，他们的那个头都探出来了。其实我们就是让他们希望说，他们吃饭的时候会有一个，好像在餐厅的那种感觉的环境，就那种放松，所以就会让他搭配音乐，就是音乐，就是其实每一天音乐不太一样，但今天就是播着一首，让他们觉得轻松一下，就觉得他们心情上也是需要兼顾，对不对？让他们有个保持好心情，对，就跟人一样，工作犬也是需要适当的休息时间。对，好，我们就让狗狗专心的吃饭吧，去吧。好，Ricky转一下小米。小米吃饱了。对。你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狗狗。
下来呢，我们就是来看看警犬们的日常他们平常的一些基础训练。我们来欢迎维青跟 Jason， 欢迎。哇，你知道有发现这只狼犬很标致哎？嗨，你好，嗨。伟青，你好，对，伟青，那你在，这是 Jason 吗？对，这是 Jason， 他是狼犬吗？对，比利时狼犬。比利时狼犬，对，是。哦，我听说狼犬很凶哎。对，还好，但是他只是看到陌生人，他会那个比较紧张一点，比较紧张，他会叫。他平常的工作是什么？他平常工作就是主要是他主要的那个目的是那个就是闻爆裂物，爆裂物，对，他的工作那种，对，是。那哦。我其实一直都蛮好奇的，就是不是有分气毒犬吗？是侦查爆裂物。是，那他们在进行那个嗅觉的训练的时候，爆裂物是要闻什么？我们有那个主要有黑火药，然后那个还有 C4。对，还有 TNT， 火药的味道，对，就是火药的成分，对，都是训练做。他们是主要是闻那些成分，然后去判别是爆裂物，是，对。那狗，我想问一下，一般警犬他们最基本的是要做什么样的训练？最基本的话就是一般的，就是靠在脚侧随行，对，是靠在我身边，然后不然还有就是坐下卧倒，然后站着不动。对，然后再召回，对一些服从，对一些服从，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，对。因为我刚好看到刚刚走进来的时候，它是这样黏着你，对，所以那个是你平常训练的一环。所以对，也都算是，对。但我们发现它这边感觉很壮硕，对，就是在说你身材还不错这样。那它是平常会做一些什么体格训练？我通常后会带它去社会化，就是会去外面走路，然后让它习惯环境。对，一方面是习惯环境，一方面就是不要去，就是我们出勤的时候不要去怕一些外面的声响这样子。对，是。来，坐下。那我因为我其实蛮好奇的一点是，平常我们在外面看到警察带着狗狗，其实大部分的民众他们都会忍不住想要过去跟他们玩。是。所以我们平常在狗狗在执勤的时候，其实是不希望。对，他们在工作的话，我们当然是希望说。不要去那个摸它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们也要呼吁一下市民朋友，如果你在外面看到工作犬，不管是警犬也好，导盲犬也好，各种只要是在工作的狗狗们，尽量都不要去打扰它们，因为它们都在工作。是。对，那我们要不要现在就来看一下维青示范，就是一些狗狗 Jason 的基本的这个服从 ？OK OK， 这样子。好，就看你了哦， 不要漏亏哦，知道吗？我们有相机在拍哦。OK， 好 ，Jason， 来 ，Jason 来靠。来靠，然后现在是坐下，啊，他太开心了，坐下 ，OK， 等，注意，先生，先生，卧，坐，好，那我现在要那个叫他回来。召回先生回来，靠，乖，靠，过来，靠，等，这个是站立，好，现在召回先生回来，乖。OK， 大概是大致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合作愉快，好不好？啊，乖乖乖乖，我也喜欢你。Oh my god！ 顺便直接走。Oh my god！ 哇，现在可以握的，你要，或者是你可以先叫他。Jason。Jason。成功了。我怎么叫他起来？坐，加坐，然后绳子可以稍微拉提一下。对。Jason 坐。Jason 坐，对。Jason 靠。很好哎，很棒哎，你很棒哎，你很棒 ，Jason 停 ，Jason 停 ，Jason 停 ，Jason 坐 ，Jason 坐，成功。啊，你好棒啊！啊，我被。好，乖 ，Jason， 等。等的时候，对，你这个手势可以在他前面稍微这样比一下。Jason 等。放开吗？对，你可以放开，没关系，他会等。哎 ，OK。乖，超乖的，你好棒哎！这样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个饲料？对，现在就是结束，全部整套的动作结束之后，就可以给一个奖励。所以其实它是一整套的啦，等于说从
走路啊，然后到原地啊，你要等待啊，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，虽然他很兴奋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 Jason 非常兴奋，但是他还是都有服从我们的指令。是，这就是警犬值得大家尊敬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就现在来继续看看别的狗狗的这个基本的训练日常吧。走，来，集体服从，科目一，脚侧随行，切步走，好。科目二，行进间坐等，起步走，好，坐，等哦，嘿，等，科目三，行进间或等集体招来，起步走，好，我。科目四，行进间站等集体招来，起步走，好，等，可以等他，坐，等他，好，看，小友钻，起步走，好。很好，嘿嘿，好。最大权力去领养哦，因为他是我来队上第一只带的狗，有就是对那天其实心里还蛮焦虑的，就是想说他才那么年轻的狗狗怎么会说身体出问题的，多美，当妹妹一样。